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有声音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看课本66页，讲到啊，外人对一切智人的问难啊，讲到第二个，所知处无量故，应无一切智人啊，就是有非常多的法啊，那么多的法，一个人不可能所有都知道。啊，这所知处，啊，说是境界太多了，啊，无量无边，啊，所以他说所知处无量故，无一切智人。为什么呢？因为诸法无量无边，啊，一切法无量无边，多人和合，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尚不能穷尽世间的一切，何况一个人可以穷尽世间的一切，啊，就可以明了。那么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一切智人。啊，就古今中来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要去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都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怎么有可能办法了解啊这一切世间的真相呢？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啊，说没有一切智人。他回答啊，他说：诸法无量，一切法虽然无量无边，智慧也是无量无数无边啊，因为这个一切法。啊，那么虽然是无量，但是你要知道啊，智慧也是无量的啊。那么所以叫做无量光啊。那如含大盖亦大，含小盖亦大，盖亦小啊。那个洞有多大，盖住那个洞的啊，那个盖子啊，那么就有多大啊。那所以叫做含大盖亦大，含小盖亦小。好，那么能够理解的啊。那么就那么多啊，那就是所理解的就那么多，那能够理解的也就那么多。那么所理解有那么大啊，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啊，那么你能够理解的也就那么多啊。所以他说含大盖一大，含小盖一小啊，这是第二个回答。不应该用这个理由来说明没有一切智人，因为诸法虽然是无量，但是智慧也是无量啊。成佛的智慧是没有局限的，没有限制的，啊，那第三个，如果佛是一切智人，为什么不说药方等世间法？好，那佛法里面比较少讲到世间的东西，比较少，啊，医术啦、战争啦、啊刑罚啦，种种的这一些，就是世间上啊。那么做木工的啦，盖房子的啦，反正种种啦啊。那么所以他说啊，为什么佛自说佛法啊，只有讲解脱啊，或是少数啊解释到世间的一切而已。那么其他的道理他不说。如果他是一切智者，为什么他多数都是在说解脱的啊，除烦恼的方法而已。那么就是。那么其他的道理他很少讲啊，比如说菩萨五明里面，那重点在内明，一方明、工巧明啊，这一些因明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不太说，不说于经啊，经就是在讲道理的啊，那各种讲道理的书就叫做经啊，那说不讲其他的道理呢啊，比如说啊，若啊，比如啊，讲怎么医病的药方的。啊，那么星宿啊，怎么看这个星象的啊？这个星象是怎么样的？算经啊，算数的啊。一般讲，后来菩萨众五明啊，也大概就是说，菩萨到稍微有把他引到世间上，因为他在世间度众生的话，他要相应于世间的话，所以有把印度比较重要的啊，那这个所谓的五明啊，内明啊，讲道理的。啊，一方明啊，工巧明、声明、音明啊，那么都拿来
就是菩萨要学悟，广学无明，那么有点像中国的五经啦，啊，诗、书、礼、乐、春秋啊，这个是后来的啊，诗、书、射、礼啊，反正就是骑马啦、打仗啦、射箭啦 这些，那么算术啦，种种的这些啊，所以他说，如果佛是一切智人，为什么很少听他在讲啊？像药方啦、星宿啦、算经啦啊，种种这些啊，这些是吠陀里面啊，后来也发展到很多有讲这个的啊。那么这些怎么比较没有看到讲呢？如果是一切智人，为什么不说啊？他没有讲，就是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所以他不能讲啊。那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不能说一切智人啊，是用这样逻辑来看的。好，那现在来讲一个所谓五种法啊，那他从这个角度上去讲啊，自论去讲说一切法啊，即一切法，我们要讲一切法基本上就是一切世间的现象啊，一切世间的现象通常我们叫做一切法。这个法的定义有时候不同的名词底下不同的用意啊，那么这个像一切法无常啊，就一切现象啊，一切法无常无我啊，那么见法即见佛，这个法是真理啊，它不单单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之所以如此的真理啊。那么依法修行啊，这个法是指类似啊道品啊，一八正道啊，四念处啦、啊，佛讲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能够去证得这个真理啊，那么皈依佛，皈依法。啊，那么一样啊，就是啊，我们依着佛法，依着佛所说的法去修行，啊，依着佛教我们得解所要的目标解脱，那么去修行啊，那么法随法行啊，法跟随法，法是解脱，随法是八正道。那有时候法就是八正道啊，所以这个法在不同的名词底下，就好像心一样啊，有时候讲肉团心。啊，有时候讲那个圆律心啊，那就讲的不太一样。好，那这里的一切法基本上就是啊，世间的一切的道理啊，一切的现象，用故说，不用故不说。佛为什么不讲？用不到，啊，不需要。那老实讲，那如果佛知道，也不可能什么都讲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啊。而且讲这些有时候没有用啊，就后面也有讲十四难的问题。啊，一样，那说用有作用，需要用啊，那么才讲，你都不需要啊，你讲什么啊？那不用故不说啊，所以佛不说像药方啊、星宿啦、算经啊这些种种啊，他不用啊，所以他不说。有人问故说，第二个，虽然他知道，但要有人问他才说，不问所以没有说啊。那类似像这样，好，再来解释。啊，那如果佛是一切智人，那为什么佛说的法里面啊都没有这一些啊？那么第二个啊，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啊，其实问故说，不问故不说，也可以是第二个了啊。那这里复次就第二个，一切法略说有三种啊。这里来讲到对法的分类。那阿含经里面，阿含经或部派里面对法的分类。主要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就是一切法主要就分有为法跟无为法而已。你像俱舍论啊，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里面啊，就其实它就分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如果是俱舍论啊，俱舍论基本上它是这样啊，这是标准的啊，一般部派的啊。那俱舍论里面啊。那么它就分一切法，一切法哦啊，一切法啊，白法也是一样啊。一切法里面分色法、心法、心所法啊，叫做五味七十五法嘛，五类，五味就是五类。那么总共有七十五啊，这是归纳过的啊。那如果是唯识啊，大圣的唯识就五味白法啊，那他就说一切法的分类。那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啊。这个我们对一切法的
的这个了解啊，稍微知道啊，心不相应行法啊，它在行运里面，但是是心不相应的。好，那么这个心所法里面啊，色法、心法，心所法就很多了啊，善法、恶法啊。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主有分色、受、想、行、识啊。那么色、受、想、行啊，那么识，色、受、识、想、行啊，这个是从五蕴来讲，从身心来讲。那如果讲一切法的话，那么这个五蕴里面，这个色分成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身香味触啊，那所以就变成十二处，十二处就是一切法。最常讲的《阿含经》里面的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啊，内六处、外六处啊，就变成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啊，眼、耳、鼻、舌、身、意所认识的现象啊，眼、耳、鼻、舌、身、意所见的色身香味触法，通常比较常见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是一切法啊，那是一切有为法，这个是所谓的一切有为法。那《阿含经》里面，《阿含经》里面啊，一般就是叫一切法了，那我们叫一切有为法。那我们说诸行无常，就是指一切有为法流动变化的生灭的啊，诸行。那么这个是阿含经里面，阿含经里面讲的一切法。阿含经里面讲的一切法是指，基本上一般来讲啊，以十二处为主啊，那五蕴也可以说是一切法，但是主要是以十二处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么到了部派啊，那基本上就是说，阿含里面啊，最多的对法的分类就两种，啊，一切法的分类就两种，啊，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无为，啊，或是有漏、无漏，啊，这个是对一切来说的世间，啊，有为、无为，啊，这个是有漏、无漏，啊，最常说的了，啊，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啊。那到了部派里面啊，它基本上把这个是有为法，然后这个是有为法，这四个是有为法，这四个是有为啊，这四个是有为法，然后再加一个无为法啊。那无为法《阿含经》里面涅槃是无为法，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啊。那部派里面除了涅槃之外啊，有部啊又裂了啊，这个叫做则灭无为，又列了一个非则灭无为，啊，列了一个非则灭，然后列了一个虚空，啊，非则灭，变成三无为。那其他的部派列的不太一样啊，缘起啦、四谛啦、真如啦，啊，列起来大概有十几种无为啊。那我们就大概知道啊，则灭、非则灭，然后虚空，啊，那则灭就是涅槃啊。那《阿含经》里面主要就是涅槃叫做无为，后来的无为法的定义啊开始广了啊，那有部三无为，后来有六无为、九无为，那不同的无为加起来有十几个啊。那么这个是部派里面啊，那这个就是有为法，这个就是无为法，还是依着《阿含经》的有为法、无为来分啊，但是它没有这一个啊，时间、空间啊、得非得啦 啊这一种啊，心不相应啊，没有这一种。啊，但是部派里面把这个也是世间现象，啊，那么列进去了。那到了这个大圣的时候，《般若经》啊，这底下有注解，我们看一下，底下的注解在178里面，啊，这个印顺导师在探讨到
这个《大智度论》的作者是不是龙树的时候啊，也引用了。那因为这个独子部有立一个所谓无法藏，般若经也有无法藏，十住毗婆沙也有无法藏啊。那《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也讲无法藏，这里讲无法藏，但是他又否定独子部的无法藏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啊，卷一的时候我们就有讲过，在二十三页，我们看一下二十三页。好，二十三页内道里面独子部的说法，佛法中亦有独子比丘说啊。那么五众合合有人法，那么独子阿毗昙啊，独子部的论书里面，独子部的论书基本上现在看得到的只有一部，叫做《三法度论》啊，那其他的没有啊。那么他说五众不离人，人不离五众，不可说五众是人，离五众是人。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舍受啊，就是不可说法里面啊，他把啊这个独子部他是被在大智论里面是否定独子部的不可说我，不可说法藏里面啊，就是说我们这里看一看一下啊，现在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不可说法。那不可说法在一切法里面啊，在一切法里面，那这个不可说法是后来才有的说法。啊，一般来讲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而已啊，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而已。那么无为法就是涅槃，后来无为法的涅槃又多，无为法就多了啊，就非常多啊，大概有十几种啊，十一二种大概有吧啊。那么最多立到九无为，但是各个部派列的不一样，所以全部加起来大概有十几种。那有为法，有为法基本上如果依阿含经里面的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它是有为法啊。那么，但是这一些我们眼睛、身心，那么所接触到的、认识到的一切境界，那么都不离开时间跟空间啊。那所以从过去、现在、未来来说啊，那么这个是大概一个归类了。好，所以他就把有为法分成啊，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一切法一定不离开三种现象，一切法，它一定有三种现象。一切现象啊，一切现象你能够感知，如果从阿含经来讲，一定不离开你的感官，你才能够认识嘛。你感官认识不到的，它的存在你也不知道，你也感觉不到，就等于不存在一样。不管它存不存在啊，那么那当然无为法也没有办法，但是你还是可以先可以体证的。那么，但是这个就是一切的现象，我们讲世间一切的现象。它离不开有三种一定会有的，就是你能够认识到的一切现象。那所以这个阿含经把感官所认识到的一切境界叫一切法。当然这里它我们说一切法的现象，它一定存在，就是有三种特质。一个它一定在时空中，时间跟空间，时间里面啊，时间，然后在空间里面啊，我们叫做宇宙嘛。啊，宇宙啊，啊，或者世界啊，世界宇宙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啊。那么一定离不开时间、空间跟什么变化啊？一切法它有变化，这是运动啊。那么一定离不开这个。好，那所以它这里从过去、现在、未来啊，来收摄一切法啊，有为法。那无为法啊，所以一般来讲有为法、无为法，无为法这个是生灭的，有为法是世间的一切现象一定是生灭的，所以它有运动嘛，有变化嘛，一定是生灭的。那这个是不生灭的，它是不生所以不灭啊，啊，所以叫不生不灭啊。好，那另外有一个所谓的不可说法，这个不可说法在阿含经里面并没有特别谈到这个。不过到般若经啊，你看这家注解就有讲了，到般若经已经有讲到不可说法了啊。那这个不可说法，那既然就是一般我们叫不可思议啊，就不可说，为佛难证的。好，那这一些问题是这个不可说法里面独子部啊，独子部也是立，他立无法藏，过去、现在、未来、无为跟不可说。啊，那这个不可说，他把补特切罗就是人我，他把补特切罗放在不可说法藏里面，
就是有一个圣意补特切罗啊，他叫做圣意补特切罗，他是他跟外道的我真我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叫做不可说嘛啊。那是这个不是那个外道的真我，但他立这个，我们说前面啊，大智的人也批评他啊，他把这个我列在又有一个圣意补特切罗了啊。那这个圣意补特切罗，他基本上啊，独子不把它叫做受假。啊，就合合而有的啊，那他其实受假就是什么？就是名假啊，他其实就是名假，就是假名施舍啊。那因为般若经没有受假这个，没有受假这个概念啊。那他受假啊，后来龙树讲受假啊，印顺导师说基本上是受独子部，可能受独子部的影响。那他基本上就是名假。啊，那所以他后来中论有立所谓三假嘛，啊，名假、法假、受假，啊，那这个缘起的啊，然后缘起的世间的一切现象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啊，那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来讲这个东西，来讲这个三假啊，那这个讲我们就先不讲这个，那主要是讲这个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不可说法。那但是这个不可说法，独子部把补特切罗放在不可说法上里面。但大智度论这里也讲不可说法，十住毗婆沙论也讲不可说法，般若经里面也有讲不可说法。但是般若经跟大智论里面的是不同意补特切罗是在不可说法上里面的啊。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就是稍微把这里理清楚了啊，不然会乱在一起。好。然后来看啊，然后这里啊，他说这里就是摄一切法啊。那底下的注解啊，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啊。然后来看啊，67页，佛不达十四难故，应非一切智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说如果佛真的是一切智人，那么他知道一切。那么他应该能够回答一切的问题，可是你有时候看他不回答，所以他不回答就是不知道，所以他不知道就不是一切智人啊。用这种逻辑来说，好，那龙树怎么回答呢？他说什么是十四难呢？啊，那这里有列啊14种，第一个，世间跟我是常，世间跟我是无常啊，那么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啊，这四个就四难啊。那么第二个一样，世间跟我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啊，一样是四个啊，都是常、无常、有、无啊。那么死后有神去或是。死后无神去后世，啊，那么有神啊去亦无神去，啊，那么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啊，有来去的问题，啊，那一个是长短有无来去的问题，啊，那么后面是身是神，啊，身就是这个五蕴身，神就是那个灵魂，啊，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身亦。神意啊，那一般是讲身意命意啊，那命神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个身啊，指这个身心。好，那这是14个问题啊，14个问题，一跟意啊是两个问题，就是身跟命、身跟神、身跟我啊，那么是一还是意的问题？那前面是我及这个世间啊。那是常无常啊，那么有无啊，就边无边啊，常无常啊，边无边啊，那么死后有去没有去的问题啊，这个神啊，这是我啊，这里的神命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好，神就是我们说的灵魂啊，类似的，类似这种概念。好。
他说如果佛是一切智人啊，如果佛说一切智人，那为什么不回答啊？那么第一个，此事无故不答啊。那么他说诸法有常，没有这个道理，就是说不回答是因为没有这个道理啊。那没有这个道理要怎么回答啊？那诸法断也不也没有这个道理啊，诸法不是常的，也不是断的啊，因为它是缘起相续有的。那么虽然念念生灭，念念生灭，所以无常，就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它是无常的。那虽然刹那生刹那灭，但是相续又不断啊，那么缘起相续的，所以它也不断。那它既不是常，你说那有常吗？那我怎么，那不是常啊啊？那他说它断吗？它也不是断啊啊，所以都没有这个道理。也因为这样，所以佛不答。这里举了一个譬喻啊，举了譬喻说，有人问啊，那么你够牛角啊？够牛角啊，就是你挤那个牛角啊，一般要挤牛，要挤牛奶要。要挤牛的乳房，牛，那么你才能够把牛奶挤出来。你去挤牛角，哪里能够挤得出牛奶？那有人问你，你挤牛角可以得到多少牛奶？啊，那么这个问本身就，挤牛角得到多少？得到多少？啊，你说你那个大便可以卖几块钱？那大便哪里能够卖钱？啊，那都不是几块，你说一块钱、两块钱啊，卖不到钱，根本就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所以是为非问不应答啊，你答这个没有意义啊。那这里也有一个譬喻啊，那佛法里面也有譬喻啊，听据说啊，据说这个那这个那先比丘啊，回答这个弥兰陀王啊，那弥兰陀王问经里面啊，他说弥兰陀王有一天问那先。啊，那生跟灭到底是一还是一？就像前面讲的是是非难，十四难里面啊，那么灵魂跟身心到底是一还是一？啊，那那些比丘不回答啊，就问他了啊，他问他，他也不是为了他另外一个反问啊，反问问他，你说他说大王宫中的安摩罗树，大王宫中大王皇宫里面种的安摩罗树。生出来的果实是甜的还是酸的啊？那时候他问他了，那我问你，他说问身跟心到底是一跟一嘛？啊，那身跟命啊，这灵魂跟身文的身心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啊？啊，是一跟一啊，就是即应我跟离应我的问题了。好，那这个弥兰陀王就问这个那先比丘啊，那。这个那僧比丘没有回答，就反问他：“那我问大王，大王宫中的安摩罗树，它结的果实是酸的还是甜的？”那个弥兰陀王说：“我的皇宫里面没有种安摩罗树啊，是啊，啊，那没有安摩罗树，都连树都没有，你问我树是酸的甜的？啊，那我的皇宫里面根本就没有安摩罗树，你问我结的果实是酸的还是甜的？”我要怎么回答？它既不是酸的，也不是甜的。那你说，那有它不是酸的，不是甜的，根本就没有啊？那一样，你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你这个问题要哪里从哪里回答起啊？一样啊，这不是长不是断，你要哪里回答起啊？类似像这样啊啊啊，这个例子也举得蛮好的啊，就是这个那些比丘还蛮聪明的。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这个问。问题本身不对啊，那像有一些也会，比如说那个不孕的女人，她生的小孩是男的女的，她都不孕了，她怎么能够生？那不能生怎么会有生男的生女的问题啊？没有啊，那么所以就不回答这种问题了。第二个，世界无穷，如车轮无出无后啊，就有边无边的问题。前面是长跟断的问题了，长跟断其实就比较是所谓的即应我跟离应我的问题，啊，那么，
那么我有边无边啊，其实也强调众生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就是他有一个一开始就是这么多了吗？还是他会越来越多？那后来的那个众生是怎么来的啊？那如果啊，如果他一开始就决定这么多，那是谁决定的？如果他不是一开始这么多，后来慢慢增多的，那又是怎么增多的？那怎么减少的？它到底是有边无边啊？那这种问题其实本身也是错的啊。我以前也受到这个问题困扰。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也问：一切众只有众生成佛，没有佛成众生。成了佛就不会变众生，但是众生可以成为佛，但是佛不再会变为佛，不再已经成佛了就不会再成为众生。那一尊佛可以度很多众生，那照理讲，久了，经过无量劫之后，很多众生都成佛。那如果众生一开始就是那么多，那众生会越来越少啊。到最后一定有人不能成佛，因为那个人没办法度众生，没有众生可度啊，因为都成佛啦、啊，啊，有一点像说这个城里面有多少人，哦、然后这些人。这些人死了就不会再生，啊，然后死到最后就没有人了，啊，因为众生成了佛就不会再有众生了吗？不会有众生怎么会有轮回啊？不会有轮回啊？那不会有轮回，就轮回的人就越来越少啊。好，我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也想不清楚啊，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啊，现在这个有边无边，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你要先有一个我，第一个先有一个我，实体的我，先有一个实体的我。然后这个实体的我生了灭了啊，那么轮回了成佛了，哈哈，那有一个人他是实在的，那么他在生死之中，后来他这个实在的人又成佛，这个佛又实在的佛啊，这其实这个是在我见里面啊，其实有时候你的思考会陷入到这种有边无边啊缠或断里面，那你会发现到你找不到答案，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啊。然后以前想这个也想很久啊，那发现到哎，那不会啊，那以后成佛的人，成佛的不会再变为众生，众生可以成为佛，那照理讲佛会越来越多，众生会越来越少啊，那到最后会没有众生啊，为什么？一尊佛度十个就好了，那十个众生又成佛，十个又度一百个佛又度都一个度十个就好了，都一度一千个，那很快就没有众生了。你好好想这些问题就知道啊。但是这样想是错的，啊，这样想是错的。好，那这里也一样啊，如车轮，因为你要找到一个最初点，一开始有多少人，最初点啊，然后或是找到最后点，最后是什么？那么，但是啊，世界无穷，如车轮无出无后。如果世界有一个边，那边之外是什么？这个边之外是什么啊？那么如果有一个最初，那最初以前是什么啊？就好像现在的科学说世界是来自于一个奇异点大爆炸，那奇异点在什么点上，在什么地方，奇异点之外的是什么，那奇异点以前又是什么，会定位这个问题吗啊？但是我们把它归到一切有一个最初的，那么就没有问题了，一个那个最后的，那通常会归到比如说上帝，上帝是最初，那么也是最后，啊，那就好解决了，啊，就变成这样了。那其实这个，那上帝在什么地方创造世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啊，那上帝在什么地方创造世界？啊，那上帝哪里来的？啊，这个就没办法解决了，啊，那奇异点也一样，奇异点一开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它瞬间爆炸嘛，然后形成这个宇宙嘛，那它一开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那个大能量是哪里来的？那奇异点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跟空间虚空都是从奇异点来的，啊，爆炸产生的，啊，那么它在哪里产生爆炸啊？那它爆炸之后向外扩散，那么那一些扩散的空间是它造出来的还是它原来就存在的啊？反正这种你慢慢想就会觉得其实也不太合理啊。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有边无边，这个是如车轮无出无后啊。
那所以像缘起也一样，它是一个环，如环无端，如环无端，没有一个开始啊，当然也没有一个结束啊。那生死当然有结束啊。那他说：“此无力有失，堕恶邪中。”啊，那第三个死后啊，就是这一些了啊。那不是这个是第三个是整个回答啊。那么十四难啊，答此对这十四难的问答没有利益，没有利益，没有什么利益，无益无利啊，没有意义，没有利益。佛法常常讲无益无利啊。那么堕恶邪中。啊，就会堕恶邪见啊，恶取见啊，邪见里面啊。那么佛之十四难，常覆四谛诸法实相，覆就是障碍啊。你在十四难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啊，对四谛有确定有认可啊，就一样啊。所以覆就是覆盖，其实就障碍了，障碍你认识诸法的实相啊，苦集灭道啊。就是你修行了，四谛其实就是啊，要让你了解世间的苦，苦是由业及烦恼来，烦恼是由我见我爱来。他告诉你，你要具备什么条件，运用什么方法，可以断烦恼，不再生死，啊，那这个是道。那么做到什么程度，那么生死就永断，这个是灭啊，涅槃啊。那么因为你现在十四难里面，你穷尽。一切的时间跟心力去追这个十四难，你没有办法得到利益。像夸父逐日追太阳，太阳不是在远处一直找就有，因为你地球是圆的，太阳在天上，你怎么追都追不到啊。那一样，它不是在同一条线上啊，但是你远远看而在同一条线上啊。十四难也是这样啊，那你一直在追这个十四难，你没有答案啊，你找不到答案，你穷尽一生都找不到答案啊。像现在有人在一直在追这个什么啊，圆周率啊，3.141518多少啊，那后来就是159啊。但是我们一般是念起来，他后面追到无穷尽的啊。然后其实追这个也没有意义啊啊，你追到第200万个，那又怎么样？哎，没有怎么样啊啊。所以你追这个没有意义啊。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常覆四谛诸法实相，那说到这个，就是说佛法它基本上强调的就是有义有利的，就是它是有道理的，而且你依循这个道理，你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就是离苦得相解脱啊，向上向上向解脱。如果没有啊，你追那些是没有意义的啊。我常常举一个，就是庄子讲的啊。那么这个，就我们时间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要想要世间的知识是无限的，你用有时间的生命去追无限的知识，你会身心疲惫啊，而且你死了什么都也都没有啊。所以啊，叫做它叫做生也有涯嘛。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知也无涯，知识是无限的。以有涯之无涯，你有限的身心去追逐，穷尽一生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那。你到最后只是身心疲惫老死而已啊，你也得不到什么。那所以你不应该用这样宝贵的生命啊去追逐那些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的知识。那什么叫做利益呢？就是对我们的身心提升生活提升有帮助的啊。最重要佛法是对你的解脱有帮助，对你离苦得乐有帮助的，这个我们去学啊。因为要学的是无穷无尽的，即使就佛法这一块来讲也一样。那祖师大德留下来的太多了啊，我们单单读那个三藏十二部，单单大藏经里面的你都读不完了啊。那么其他的啊，各个传下来的更多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你穷尽一生你都没办法把这些读完。那但是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学习佛法最重要的是要向解脱，那更伟大一点，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成佛啊，与诸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共得解脱啊，皆共成佛道吗？啊，但是你必须要向啊，要不你是向人天道，要不你向解脱道，要不你向菩萨道，那么你都要从佛法中得到利益，而不只是为了增加知识，
们常常讲，我们学习佛法不是为了增加知识，是为了增长智慧。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一些，而且这一些知识啊，像十四难的这一些知识，其实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所以也没有利益啊。像苦行也一样啊，无益无利，这样做没有意义啊，也没有利益啊，实际上不能帮助你得解脱啊。那么如渡，处有二重水，不应将入渡。就好像过河，你要过这条生死河，那么但是这条河边都是鳄鱼啊，有二重水吗？啊，就是有二重的水，这条水里面有很多鳄鱼，你过去都会被鳄鱼咬死，你不应该在这里渡河，你要到一个没有鳄鱼的那个渡口渡河啊。那所以不应将入，将人渡啊，不要把人带到那个地方去渡河啊，都被那个鳄鱼咬死了，你被这个十四难绞死啊，绞死在那里了啊，那哪里能够得解脱啊？没办法，要到安稳无患处，没有过患的，那么告诉人从那边过去。那佛也是一样嘛，佛要让你得解脱的，所以他不会让你陷在这个十四难这个坑里面啊，那不会让你啊被这个十四难的绳索捆住啊，不会啊，所以他不回答啊，并不是他不是一切智者啊，这个是从第三个来说的啊。第四个，有人说是是非一切智人不能解，以人不能知，故佛不答啊。他说这些十四难的事啊，那么并不是啊非一切智人啊不能解，就是说他知道，但是你并人并不是一切智人，就是佛知道，真要讲佛知道啊，比如说世间啊到底有多大，那佛如果知道了跟你讲，那你也没办法知道啊，那只是一个概念，因为你没办法知道嘛。你说啊，像我们现在天文学比较大啊，这个宇宙啊有多大啊，银河系之外又是什么系，然后在哪里里面哦，一讲层层世界，那你也看不到啊，你也不知道啊啊。那么不是一切智人其实是不能知的啊。那么如果你不是一切智人啊，你并不能知道这件事，佛是一切智人知道的，但你不是一切智人，他怎么跟你讲知道？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大学生啊，大学生没有办法跟那个幼稚园讲什么，讲微积分啊，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没办法解释让你知道，因为你初中或是你国小，你的数学只在加减乘除而已，那加减乘除你只在加减乘除，没有办法用加减乘除的观念去让你了解微分跟积分，没办法这个啊，就还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种东西啊，所以不说啊，这个是龙树说有人言，也有人这么回答。其实大智度论有一个特点，大智度论讲的并不都是龙树说的，他集合所有人的回答，他觉得有用的他都把它列出来放在这里面啊，所以常常有人讲啊，他是包容兼蓄各种说法，但是如果有一些观念说法不对，他会明显提出来，那有一些特别觉得特别对，他也会说，但大部分有时候他没有说，他只是列很多种出来啊，然后他没有说啊就是哪一种啊，有时候没有这样讲，那这些都是解释的，解释为什么佛不答十四难。那在大毗婆沙论也有类似，像啊都是啊有各种答案啊，有各种问题各种答案，那么有一些他会啊，那这个答案比较对啊，比如说四种缘起啊，那有人讲啊刹那缘起，有人讲莲夫缘起，有人讲缘系缘起，有人讲分位缘起啊，那有部自己是讲分位缘起，但是他觉得啊，比如说刹那缘起啊，那也是很有道理啊啊，但是解释的话以分位缘起，就是三世两重因果来解释啊，那比较好解释啊，那类似像这样啊，就是说啊，那么一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答案，从不同的角度看。那龙树经常都是，因为他是集大成者，所以他把这些问题啊，那么有各家的说法，
啊，各式各样的时候，他都会把它收集起来，啊，列出来啊。那么做了几种答案啊，但是他有时候会有他自己的答案，有时候没有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看大智度你要知道这些事。好，所以他这里讲啊，又前面是说，因为只有一切智人才知道啊，那一人不是一切智人啊，没有成佛了，凡夫了，其实就是。简单讲，只有佛，一切智人就是佛，只有佛才知道，那凡夫不可能知道，所以佛不跟凡夫讲，啊，其实是这样了，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啊，《华华经》讲的，啊，所以跟众生讲不来啊，没有得讲啊，好，所以这样不回答啊，那复次，若人无言有，有言无，是名非一切智人，啊，就是说，如果一切智人他。实际上没有啊，他讲有；实际上没有，他讲有；实际上有，他又讲没有。那么很明显的知道，他不是一切智人。当然，一切智人是什么？有就言有，无就言无啊。如实知，如实见，就如实说啊。那佛是啊，不易说，不妄语，诚实语的啊。那么所以这样就讲这样啊。佛有不言无，无不言有，但说诸法实相。啊，云而不明一切智人啊？那的意思就是佛说诸法实相，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智人啊。那这个《阿含经》里面讲啊，世间说有，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啊。讲这个好，那所以说从第五个啊，这佛是一切智人。那譬如啊，日不作高下啊，他举下有个譬喻啊，亦不作平地，等一而照。佛亦如是，非令有作无，非令无作有啊。没有的，他没有，他不是要把它变成有；有的，他也不是要把它讲成没有啊。常说十智慧，光照诸法啊。常说十智慧了，光照诸法啊，以智慧光啊来照明诸法啊。那么，如一道人问佛：“天大德，十二因缘佛作也。”这杂含里面的二九九经了 啊。那他这里的，他这里是写二九六经啊。我如果依他引用的，应该是二九九经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先把这个讲完啊。他说：“十二因缘佛作也，他作也啊。”那么佛言：“我不作十二因缘，愚人亦不作。有佛无我，生。”因缘老死，是法常定住啊，法性法住法界了啊，就是因为生的因缘有老死啊，其实是这样啊，是生缘老死了啊，就生因生啊的因缘啊，因为生缘老死，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一般会讲这样，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忧悲恼苦，或是。缘无名有形，缘形有事啊，这样乃至缘生有老死啊，那这个是佛能说是生因缘老死，乃至无名因缘诸行，这缘起啊，那么并不是佛做的啊，那么也就是不是佛只是发现把它说出来而已。那底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解，它这个注解183。他解卷十二二九六经，啊，那么这个二九六经是，他基本上是讲啊，世尊告诸比丘：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啊，比如来自所觉诸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啊，就是并不是佛，啊，这个是啊，我们先看一下他注解，应该是二九九经比较对。因为二九六经是佛告诉诸比丘，比丘没有问；二九九经是有一个比丘问，有一个比丘问佛：缘起是佛做的吗？啊，那佛才告诉他。所以这个注解啊，应该我们给他改一下了啊，就一样是卷十二，但是是二九九经啊，因为二九六经是世尊告诸比丘啊。如果你去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他是世尊告诸比丘，但是这里的引用是有一个道人问佛啊。那么二九九经是有一比丘问佛：缘起法为世尊作，为愚人作。
啊，就是说这个比较合乎他原文的了啊，因为二舅九经就有一个比丘问佛，缘起法是世尊做还是愚人做？佛就跟比丘讲，缘起法者非我做啊，那么亦非愚人做啊，非我所做，亦非愚人做。然彼如来出世，即为出世，法界常住啊。那么后面就讲缘起。好，那这个稍微我们知道一下啊，所以这个照这个他引用的经，它是二九九经。好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看啊。那前面讲到这个缘起非佛所作啊，那二九五间、二九六间、二九九间啊，那基本上啊，都是这几经都在讲这些东西啊。那我们说这个注解应该是二九九经的啊。那特别的是二九五经也有讲到啊，此身非奴所有，亦非愚人所有。好，那缘起非佛所作，亦非愚人所作啊。那可以，我们可以对照看。好，那看第七、第六个，十四难中若达有罪过，有过罪、有过患了啊，就有过失了。如果你回答了，那会有过失。为什么啊？就常常用啊。若人问使女，使女就是不能怀孕的女人啊。黄门，黄门是啊，基本上是五不男里面的，主要是啊，我们说之前我们讲过有五种不男啊。那一个是生不男啊，就是男根发育不完全，黄门大概是生不男里面的啊。那有一种啊。另外有一种啊，叫做这个贱不男啊，贱就是他类似像太贱啊，那个贱是贱陀罗的贱啊，就是他把男根去掉了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行淫啊，类似像这样的。那这个是黄门啊，基本上是生不男啊，一般叫黄门，男根不全或不能行淫啊，或是太贱也叫黄门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长短的儿子啊，使女跟黄门啊，使女不能怀孕，黄门不能行淫啊，他也不能让女人怀孕啊，那就是他的男根发育不完全，或是他根本就没有男根，那么他不能让女人怀孕，然后那个使女啊，他本身就不能怀孕，那你说他们两个人的儿子啊，那到底是长短好丑？那都不可能嘛，这种事都不可能，不可能有啊，都不可能有儿子啊啊，就好像另外有一种类似像好像骡是马跟驴啊生下来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具有马跟骡的驴的特点，但是它就是不能生育，它没有办法生育啊，所以你说这个骡小骡啊，这个骡生下来的啊，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啊，像马？啊，还是像驴，还是像骡啊？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不会生啊啊，类似像这样了。好，那么如果有人问，那么都这个不应该回答啊，因为这样回答是有过失的。这是第六个啊，我们说龙树其实是收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跟答案啊，然后来说明啊这件事，你可以从哪一个角度想，可以从哪一个角度看啊，那么都可以来回答。那么复次此十四难是邪见非真实啊，这个不是正见来的啊。那么佛经常都是啊见实法，如实知，如实见，如实说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他如实啊。那么就是啊，那因为他这个不实非真实啊，所以佛不说，智而不答啊。好，我们翻过来，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是在讲到佛回答问题，有所谓的四即答啊，这个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啊。那么字不答是为答，不回答就是一种回答啊，不说就是一种说啊，类似像这样。他说佛回答问题有四种，那这里有所谓的觉了、解义、反问、自答。那这个。在《大智论》里面啊，它第二本啊，卷二十六里面，另外有讲四种啊，我们把它拿出来对照看好了啊，一项分别。一项记。这里是卷二啊，卷二十六里面有提到啊，《智论》卷二十六，卷二十六里面啊，那么说到一相记，
四季打啊，有四季打啊。我们对照这边看了啊，它这里是绝了打，卷二是绝了打啊。卷四十六里面有所谓的一相记啊，阿含经里面也有啊，一相记、分别记。反诘记，反问 啊，就好像刚才那个那先比丘啊，反问那个弥兰陀丸一样啊。那么舍智记，记就是一种回答了啊，记就是一种回答啊，舍智记，这个不太有水。那么这里是说绝了达啊，然后解义达反问达自达啊，这不一样。好，那么一相记啊，这里有举例。一相记说，如佛第一涅槃安稳，决定是一向都这么说啊，没有其他说法了，这是唯一的说法。那另外有举例啊，比如说一相记啊，另外有举例啊，比如说他举例，这里的举例是如佛第一涅槃安稳。啊，那这个是一向都这么说，不管什么时候怎么问都是这样的答案。那另外他有举个例，卷二十六有举例，他说世尊所说的法是不是善法啊？决定是善啊，决定是善，一切善法皆是佛法。那么另外比如说举个例来讲，有情生是不是会有死？决定会有死，生决定会有死，死不一定会有生，但是生决定会有死啊，证阿罗汉啊，无生啊，就不一定有生，但是生决定会有死啊，这个就是一相记，在什么时候谁来问都是这样。那分别记啊，他这里没有讲啊。那么分别记，比喻来讲啊，比如说有情死后是不是会再生，有情生后是不是会死，决定有死。那么有情死后是不会生呢，就不一定。啊，如果证阿罗汉的就无生，如果没有证阿罗汉的，出果、二果、三果跟凡夫不证果的，决定有生，啊，决定有生啊。那么反诘记啊，那么就像刚才啊讲这个十四难，他反问他啊，那他也是一种反问。那么这里舍智就是不回答啊，他说人是比较殊胜还是比较不殊胜？如果这么问啊，那你说那？那要问他，那你是跟谁比？你跟鬼道比，跟天道比，跟人道比啊？你要看你跟什么比啊？那比如说，你看我像有钱还是没有钱啊？那你要看跟有钱是跟谁比比较有钱啊？那你说这只是比较长还是比较短？那你要看跟哪一只比啊？啊，你跟另外的这比，它就比较长啊？你看我是高还是矮？那高要看跟谁比比较高啊？矮要看谁比比较矮啊？你以什么为标准 啊，这个是反诘反问啊。舍智记就是都不回答啊，都不回答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好，都不回答啊，那么这个就是那十四难基本上是在不回答里面的啊。那么有时候又讲定答、分别意、反问、自答啊，那有这种啊。好，所以啊，那么十四难佛以自答啊，舍智啊，就是不回答了。故一之处非处啊，他说奴言无一切智人，有是言而无意，就是有这种话，但实际上没有这种事啊。因为什么？因为有一切智人啊，那么所以你这种说无一切智人这种话是大妄语啊，就是无一切智人只有这个话，但没有这种事。因为什么？因为有一切智人啊，那么实有一切智人，何以故？得实力故啊，这里解释实力。
那实例在这个后面会有解释，大智度论卷四十八、卷二十六、卷二十四那边会有解释。那我们后面再来讲啊，就他解释的时候再来说啊。有实例啊，处非处，知处非处，知因缘业报，知诸禅定解脱，知众生根善恶，知种种欲解故，知种种世间无量性故，知一切智处道故，知先世行处意念之故，天眼分明得故，知一切肉尽故，啊，尽不尽分明之故，那么说一切世界中善法故，得甘露味故，得中道故，知一切法有为，若有为若无为实相故，永离三界欲故。好，那么这里讲到佛的实力啊，那这个我们放到卷二十四再来讲，因为它后面有解释啊。好，那如是种种因缘故，佛为一切智人啊。那么另外有一种就是说，佛知道对你有利益啊，就为你分别说；没有利益啊，就智而不达啊。那也有这么说的了啊。好，那这个是在回答到底有没有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一切智人啊这件事啊，那也是说有没有佛啊，佛是一切智人啊，觉知一切啊，所以叫做一切智或是一切智智。好，若有一切智人，何者是一切智人啊？那说若有一切智人，何等是啊？一切智人的智慧啊，叫做一切智智啊。那一切智啊，基本上跟一切智智，基本上都是指佛啊。一切智人，一切智智，有一切智人的智慧了啊。那知一切的智慧啊。那么有一切智人何等人士啊？他这里用一个偈颂来回答。那这里都是在解释啊，婆伽婆啊，就是佛啊，世尊了 啊，因为那是一切智人。讲这个佛是一切智人啊，那婆伽婆啊，好，婆伽婆，然后底下有很多啊，那这个是我们来看，他说。他引这个偈颂啊，赞佛偈啊，那是赞佛偈蛮长的啊，但是还不知道他这个赞佛偈引的是哪里啊。那这里有讲啊，就是八六。好，我们来看，还没有讲到这个是引哪里的。好，他说是第一大人，三界尊名曰佛啊。那有没有一切智人？有。那谁是一切智人？佛是一切智人啊。那为什么说佛是一切智人呢？好，那现在来看这个偈，顶身转轮晚，如日月灯明啊。那顶身王转轮王啊，那转轮圣王啊，如日月灯明，世家贵种族，净饭王太子啊，那生死动三千，这个都是在形容这个佛的啊。那么他成佛啊，他从哪里来成佛？他的种族了啊，他是这个顶身王那个后裔啊，那。释迦族的啊，这个种族啊，那净饭王的太子啊，生死动三千。那么生的时候啊，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啊，须弥山海水啊，那须弥山海水啊，都也震动啊，就是海水涌沸啊，就是涌动啊。那么就是山跟大海啊，这些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动了，其实是这样。啊，所以叫做生死动三千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三千大千世界最广最深的是四大海啊，最高的是须弥山啊，是这样
啊，都一起可以，就是六种震动，为破老病死，哀悯故生死。那么佛出现这个世间，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啊。这个《阿含经》一再的说到，佛为什么世间为什么会有佛？佛为什么会出现在世间？因为世间有老病死，那么佛为了要来断这个老病死，而且告诉这个世间的人怎么样离老病死，啊，所以来到这个世间的，所以他说哀悯故生死，啊，这为破老病死嘛，其实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告诉众生解脱之道了，解脱生死之道了，啊，所以他出现在这个世间。然后生的时候啊，走七步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说过了啊，这部派各个佛传里面啊说的不太一样。有的是向东方走七步，有的是向北方走七步，有的是向四方走七步，有的是向六方走七步，有的向十方走七步啊，就各个说的不太。但一般来讲就是走七步，然后说了一个偈啊，那光明满十方啊，就大放光了啊，就是他智慧遍三千大千世界了。四观啊，四观就是观四方了啊，观四方啊，那发大音而这么说啊，我身胎分尽，成佛说妙法，大音震法鼓啊，那么以此觉众生世间无名睡啊。那佛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佛到底出生之后讲了哪些什么啊，那么有多有少啊，各个也讲不一样。那一般的说法就是啊，最常见的就是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就简单这样讲。但是有些讲很多啊，那有些讲十方各讲一个偈啊，六方各讲一个偈啊。好，那基本上啊，我这是最后一生了，我身胎分尽，这是最后一生了，要来成佛啊，说妙法，那么来告诉众生啊，解脱之道，大音震法鼓啊，都是形容佛说法啊，佛说法。啊，那么这个要啊警醒这个世间的人啊，觉悟这个世间的人啊，还在啊无明啊睡啊昏睡啊，就沉迷在生死中的人啊啊，睡是不觉，睡是不觉的意思，觉跟睡啊，我们说睡跟觉啊，睡觉，睡了有起来才叫做睡觉啊，睡了不起来那就是死啊，那基本上所以。睡跟觉啊，睡就是不觉，觉就是没有睡啊，基本上是，所以这里用觉跟睡，就是在还在无明，沉迷在无明中的众生能够觉悟啊，而不是昏睡啊，不是沉迷啊。那一般我们讲迷跟悟，睡跟觉啊，就迷跟悟啊，睡就是迷啊，觉就是悟。好。如是等种种，悉有事已现啊！佛成佛，还没成佛以前，就有这些悉有事啊。那么就是生的时候啊，那么啊，小时候刚生出来啊，走七步啊，这一些啊，然后就会说话啊，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我是来度众生的啊，我来成佛的啊，类似像这样。好，那佛像。他说：“如是等种种，悉有事已现。诸天及世人见之，皆欢喜。啊，那么这是天人啊，都欢喜。佛像庄严身，大光满月面。啊，那么佛的身相非常的庄严。佛像庄严身就是佛身相庄严了。啊，那么怎么庄严呢？第一个啊，他放大光明啊，佛身有光明。这个光，然后。”这个满月面啊，就是这个容貌啊，像满月一样，没有一点啊瑕疵啊，圆满啊。那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他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啊，三十二相啊，一切诸男女视诸无厌足啊。那么只要看到佛啊，都很欢喜啊，都会想就是视之无厌，就是不会产生厌足了啊，就是非常喜欢看，生生如不利啊，就是他。这个肉身人身啊，佛是父母生的嘛啊，然后是喝那个大爱道的乳长大的嘛，所以他因为佛基本上小时候就都是训练骑马打仗啊，他是文武双全的，而且他力量非常大
啊，那么佛弟子里面有三个力量非常大的，一个是释迦佛悉达多，一个是提婆达多，一个是难陀，啊，那这三个力量都很大，啊，那佛是力量最大的，那比丘里面力量大的像难陀大力第一，难陀的力量也很大的，啊，这是难陀也非常，难陀有三十相，佛有三十二相，提婆达多力量也很大，啊，但是佛说比丘中，那，啊，第一阿罗汉中第一的庄严第一的是，就是力量第一的是难陀。他当然跟佛比，难陀的力量也没有佛大，啊，所以他说生生如不利，啊，胜万亿相像，啊，万亿是形容词的，啊，就比那个万亿的相像，相像是非常有力的大相，叫做相像。那佛经常常用相像渡河，啊，那么就是他非常有力，啊，相像是表示非常有力、非常大力的相，啊，那万亿就是形容非常多，十万。啊，那么这个非常多的大相的力量啊，就是佛一个人的这样色身、肉身的这个相，甚至胜过啊，他不是天人身啊，那是这个肉身的这个相，甚至胜过万亿相相的力量，其实就是讲他非常有力了啊。那么神足力无上啊，那基本上他的力是什么呢？啊，主要是定跟慧的力量。那定根慧的力量当然胜过一切的力量啊！佛三昧，三昧力神足，其实就是神通力了啊，六神通啊，神足力没有人超过他啊。目犍连、舍利佛都不足舍佛的百分之一、万分之一啊。那佛的神足力无上，智慧力无量啊，这个是真正的力啊。那佛身大光明，照耀佛身表啊，就佛身的光明。从佛的身上显现出来，啊，身表是身体的表面，啊，就是从身上显现出那个佛的光明。那真正的光明其实都是从，啊，智慧来的，啊，定也有光明，善也有光明，就是戒定慧其实都有光明，戒定慧都会产生光，也会产生香，啊，真的，啊，那么所以。我们比较知道就是戒定真相，就戒定慧都会产生相，就是五分解脱 五分法身相，但戒定慧也都会产生光，持戒的人有光，修定的人也有光，那是新的光明啊，善修善持戒的他身上有光，那光大小不一样啊，那个亮度不太一样，那修定的人也有光，智慧的人也有光啊，那是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光的一部分啊，那光其实就是能量，那所有的能量都其实来自于这个心，那么心会散发出一种啊，我们基本上如果科学来讲，它就是一种频率的啊，或叫做一种磁场啊。好，那它是以光的形式存在的啊。好，所以他讲啊，佛身大光明，照耀佛身表。那佛身有大光明，主要是因为他神足力跟智慧力、定慧力啊。佛在光明中，如月在光里啊。所以这个月本身啊，我们晚上看整个月都是光明的、圆满的啊。那佛在光明中也像这样。好，种种恶毁佛啊。现在讲佛的德啊。那么不管你怎么样恶意的毁谤、恶心的毁谤佛，佛也没有恶想。啊，那么你种种的啊称誉赞叹佛，佛也没有喜想，这些都是佛的德了啊，那不共法，只有佛才有的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嗔机毁运，再加上力衰苦乐，就变成八风了啊，八风吹不动。大慈啊，佛还有大慈大悲，大慈这个大就是没有拣择的啊，没有拣择的。啊，不管跟你有缘无缘，啊，不管跟你有恩无恩，有怨无怨，啊，有仇无仇，啊，大慈视一切，啊，那么对，就是以大慈悲心啊，那么看待一切众生，那这个在《大般涅槃经》里面经常说，啊，佛是，就是。
世尊啊，就佛陀了。佛陀视诸众生如罗侯罗，啊，就是看待一切众生，就好像看待他的亲生儿子罗侯罗一样，啊，那么常常都有这样的话，啊啊，视诸众生如罗侯罗，啊，就是冤亲等无异，啊，那么用大慈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不管啊伤害他的，啊利益他的，啊他的。我们叫做冤亲债主，啊，冤是有怨的啊，来报仇的；亲是有恩的来报恩的啊。彼此中啊有恩情债啊，那彼此中有怨恨债啊啊。那么这个不管啊，不管是有怨的有亲的啊，就是这个平等，没有不一样，无异啊！都佛要利益他们的心气是一样的，佛要利益提婆达多的心，就好像要利益罗侯罗的心是一样的啊。那你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度提婆达多？佛也度，但提婆达多的根性不好，没有办法听进佛说的话。佛也为他说法，他也记起来，但是他的善根比较不具足。啊，所以啊，他自己是他就好像太阳光，啊，太阳光有没有分别心？没有啊。那么你自己躲在角落里面晒不到太阳，啊，这个不是阳光，这个不是太阳有分别心，怎么不照到角落来？就照不到啊，就没办法啊。好，那么所以一切有四类衔接之此事。啊，有事就是有情了啊，那么一切有情事的啊，都知道啊，佛的慈心啊，那么是骗一切的，而且没有分别啊，那忍辱慈悲力故能胜一切啊。那么前面讲啊，生生如补力胜万亿相像啊，就胜过一切的人，一切的有情。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前面讲到，第一个他有智慧，有神足，有定，有智慧，然后有什么啊？有这个德啊，那心有力量啊，就是对他有不动，不动就是不管你毁谤佛、赞叹佛，佛的心其实都是不动的。那么他有大慈力啊，这里叫大慈力，他又有忍辱力啊，那么所以叫忍辱慈悲力。因为他有大慈悲、大智慧啊，那么有定、有无上的这个神足力，所以他能够胜一切人啊，为一切智者啊。那所以为度众生故，世世受勤苦啊。那因为度众生啊，所以来这个世间啊，跟人一样啊，那么这样。其实我们叫做称愿啊，那么来行菩萨道，来利益众生，其心常一定啊，就是不乱啊，就我们叫做如如不动啊啊。那么心为什么能够常一定呢？啊，就是心常在定中啊，就极静了。那么《阿含经》里面常说啊，那么我们的心之所以不能够极静，会动乱，主要是我们追逐这个境界。然后在境界里面跟着他动了啊，那么好的我们就起贪爱想，不好的我们就起嗔恨想，那么没有好不好，我们就愚痴不知啊，其实就一直在贪嗔痴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地藏经》里面说的啊，这我们这个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那其实并不是说我们都会造罪，而是我们一直在起烦恼。烦恼本身就是啊，就是一种恶不好的业，杂染业啊，那么它就会有杂染果报啊，有生死的罪，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心常在定，是因为你看见一切境界，你知道它是缘起的，知道它是无常的，知道它是无我的，那你不会受它影响，它生灭归它生灭，你的心不动。啊，所以二十亿耳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它就是什么常一定，啊，
他就是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这个是二十一有啊，精进第一的嘛。那么他解脱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理则啊，像世俗信心名讲的也类似啊，大道无难，唯险简者，淡漠爱正，动难明白啊，也一样啊。那你有分别心了 啊动了啊，那所以你的智慧就不能显现，不会不能显现就追逐境界了啊，促进身心就逐物流转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写一下。这个二十一耳的这个记非常好，啊，他解脱之后告诉我们啊，解脱的关键在哪里？六路处常对，二十一耳，二十一耳是非常精进的啊。佛教里面有两个精进很有名的，一个是二十一耳，一个就是阿那律，阿那律。啊，太精进到眼睛瞎掉，啊，还是一样。二十一也非常精进啊，六路处常对。啊，这个把它背起来啊，然后我们在面对境界起烦恼的时候啊，就把它复诵出来，然后对照一下啊，不能动其心。啊，所以常一点嘛，境界你看似在动，啊，那其实是因为你的心动，境界才动。你的心不动，境界的动，它还是对你来看啊，它只是如是如是而已啊。那么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他看见一切境界的生灭生灭，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不随着它生灭，涅槃就是极尽。啊，就是涅槃，就是极尽现前。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极尽现前，极灭现前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地观法生灭啊，一切法啊。你看事情变化，你看这个人现在这样，等一下这样，现在这样说，等一下这样说，这件事今天这样，明天这样，哈、啊，你在这个世间都是这样的。那你还好，你还好，冷静下来，不管跟你有关，跟你没关，跟你没关的，你也会很生气，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气得要死啊！然后跟你有关的，你就更气了。好、啊，那当然好就更爱，不好就更气啊。反正就是这样嘛，就爱恨，爱恨，我们经常爱恨交加，那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啊，因为你对于起烦恼造业不知不觉，所以你。受报受苦的时候，你就不明不白，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都是我在受苦？因为你起烦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在起烦恼，所以你受苦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我受这种苦，为什么一直我在受苦？啊，为什么我这么可怜？啊，反正这种东西啊，就是说你必须，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其实修行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觉察自己的心，啊，那。就是这里，这佛陀在讲到修行的六个特质里面，第一个叫做宪法。宪法就是当下的这个现象，当下的这一切现象，你能知道它引发你怎么样的心？有贪执，有贪；有嗔执，有嗔。就是你当下要能觉察你的心，在这个境界前面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它佛法的特质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下，先把这个说法。啊，然后世俗的信心名里面，大道无难，唯险简者。啊，简者就是希望分别，淡漠爱憎，动难明白。啊，就是你在了知一切境界的时候。啊，不起爱憎，啊，动然明白，但是你如实知，善你知道善，恶你知道恶，但你不会因为善跟恶，你的内心跟着起善跟起恶，啊，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佛法的核心啊，啊，那么这个是世祖道信的信心名，禅宗的世祖了。道信的信心名，
里面的头两句，啊，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境界，啊，那但是我们讲到啊，《阿含经》里面有说到佛法有六个特质，啊，宪法、灭次染，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宪法灭次然不待死，正相即持见，缘自觉，啊，稍微我们来想一下这个，啊，那它基本上就是你对于现前发生的一切现象，啊，有贪之有贪，其实就是你能够觉察你当下的心。它基本上啊，对现前的一切现象，啊，你能够觉察，知道当下的心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那你还没有解脱以前，基本上都是有贪嗔痴的，没有贪，阿罗汉才没有贪，啊，那没有嗔，正三果才没有嗔，啊，所以那痴也是阿罗汉才没有痴，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就是没有觉察到我们的烦恼所在，啊，有贪知有贪，那么有嗔知有嗔，啊，有痴知有痴，啊，那无贪知无贪，灭次染，那么你有烦恼了。你当下的心有烦恼了，不明白了，要怎么办？啊，要赶快以方法把这个炽盛的烦恼，烦恼会炽盛吗？如果你不觉察，就会一直烦恼引发烦恼，越来越烦恼，越来越烦恼，啊，越想越气，啊，然后越想越舍不得，越想越不甘愿，啊，越想越爱，啊，反正就这样嘛，啊，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赶快啊，想方法把这个烦恼啊灭掉。以方法把它灭掉，而且要及时的，不待死。就佛法的修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说啊之后解脱了之后才怎么样，没有，你当下修，当下就能够知道的，随时可修，轻易可修的，啊，你看见你自己的心还要等待时间吗？你起烦恼都不待死，为什么你灭烦恼要待死？啊，等我有空的时候，等我有闲的时候，等我有钱的时候。等我事情比较少的时候，等我这些事情都做完的时候，不是，你就在这件事情起了烦恼，你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烦恼，你就在这个时候起烦恼，起了这样的烦恼，你就在这个时候灭这样的烦恼，啊，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特点哦。好，然后正向就是你这样做都是所有的修行都是要去向解脱的，这个就是随时可以修的啦。就是哪里在什么时候起烦恼，就在什么时候断烦恼，啊，这个灭次染宪法这种都是不待死的，那么要去向解脱的，啊，就是你每修一个，你每调伏一个烦恼，每观察一个烦恼，你就是要调伏这个烦恼，调伏这个烦恼就是要断除这个烦恼，断除这个烦恼就是要怎么样？不是，就是从这个生死中得解脱。所以佛法就是先从觉察烦恼。你看哦，我常常讲啊，从觉察烦恼开始，你要先觉察，然后要控制烦恼，然后要怎么样？然后要调伏烦恼，啊，你要先控制才能调伏，然后调伏之后要断除烦恼，啊，那你断除了嗔，你还有贪呢？断除了欲贪，还有色贪、无色贪呢？啊，反正那断除一切烦恼，就叫做超越。啊，不再有任何烦恼了，一丝不挂了啊，超越烦恼啊，那断除烦恼，从圣者才有办法断除烦恼，出果啊，四双八倍，圣者才有办法断除烦恼，就是圣者了。最初断的就是三劫，最初断的就是三劫，但是还要断的，还有学，还不是完全断完嘛，到无学才超越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要先从觉察，
所以要先有贪知有贪，你现法啊，你对现前生灭的这一切法，那么你在这一切法的生灭中，你的心如何生灭啊？你看哦，啊，这个六路处常对，六路处常对，六处路处嘛，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啊啊，这个修行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啊。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马上都可以用的。那常常练，常常练，你就会纯熟。你就会技巧，你用的这个心，用的速度，用的力道，用的正确，就越来越相应，越来越相应。久了久了，久了久了，你的修行不是坐在那里拿着经拜跪在那里看着佛，不是的，你是如实知如实见这个世间的生灭，但是你如如不动啊，就真的像二十一二讲的这个样子，像世祖讲的这个样子啊，那你慢慢会发现到修行不是在佛堂，也不是不在佛堂啊，没有在哪里的问题啊，在哪里，在你有没有观察这心，就是他你观察你的心有烦恼了，那你有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去灭这个烦恼，那么随时的立即的啊，不待时嘛啊，这个是佛法的特质哦啊，那你说等我有空的时候，等我老的时候，等我钱赚够的时候，等我儿女养育好的时候，好像你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了啊，你怎么等都没有，佛法不是说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等我死的时候才知道的，没有，也不是的啊，那么你要，而且它是去向解脱的，而且它是当下你就可以知道的啊，当下你要如实知如实见的啊，然后而且是你亲自可以体验的，是你内自证的，这个是你内自证的，而且即此如实知如实见，它是如实知如，就是你有没有趋向解脱，你有没有烦恼，你有没有灭烦恼，你这个时候有没有把烦恼灭了，就像火在烧啊，你拿了水啊，如我们说如旧头染，这个眉毛头发烧掉了，你赶快用布用水把这个头的这个火灭掉，你有没有灭掉，你不知道吗，你知道的啊，你现在嗔心很重，那么你赶快用慈心观或是用缘起观来灭这个嗔心，你有没有灭，灭多少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它是即此见的，就是你的修行不是说我诵经，我诵金刚经听说会增长智慧，诵完十部金刚经增长的有没有增长智慧我也不知道，增长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说念佛啊，那么可以有往生的功德，那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那功德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很多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我们拜了一部忏听说会消业障啊，我拜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消业障我也不知道，消了什么业障我也不知道，消了多少业障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啊，你知道吗，你来拜忏，一般人是这样哦，我来拜忏啊，拜梁王宝忏啊，拜完了之后啊，全身通畅，消了业障，那我问你，你消了什么业障，你有什么业障，那你消了什么业障，没有人能够回答出来，真的，你消了什么业障，你本来来就好像你有病吗，那你去医院看病，看完病吃完药有没有比较好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病，反正我就是来看病的啊，反正这个医生很灵，看吃了病，有病就治病，没病也强身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修行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及时见哦，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当下，我没有办法如实知，比如说我这样念佛到底我能不能往生，然后我这样拜忏到底有没有消业障啊，我这样诵经到底有没有超度到我的祖先，我的祖先需不需要超度，我这样诵经能不能超度他，超度他到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他本来在哪里，后来我念了经之后他到哪里，我们才知道他有没有超度吗，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所以很多东西你有没有趋向解脱你不知道，那有没有到底有没有
就是当下你这样做，你到底贪有没有减少，嗔有没有减少啊？那你也不知道啊。那基本上他其实当下就可以知道的啊，就是说你的修行就像如人饮水嘛，这个水喝下去你的口渴有没有比较不渴？你说我也不知道呢，我要把这个江的水都喝完了我才知道啊，等到死了才知道啊。你这个诵经有没有增长智慧？你有没有，你拜这个忏有没有消业障？你念这个佛功德有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什么功德？什么叫功德？增加在哪里啊？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都不知道的。那佛法的特质，这个是佛法的特质哦。那我们大部分要想一想，我们修行，那而且是你内自证的，你心，你可以亲自体验的，你可以亲自体证的哦，不是谁给你，然后你有没有还不知道哦，啊，还要等看那个佛有没有来，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决定哦，还不知道哦，不是佛法是。你亲自可以体验的，你当下就可以知道的，而且是一定去向解脱的，啊，当下就可以理解，当下就可以明白知道的，啊，而且修行啊，它基本上是你对于一切法，你的心有样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的心在怎么样的变化，是怎么样一个烦恼变化，是烦恼，然后你有在对治烦恼。因为我们凡夫一定会有烦恼，没有那个没烦恼的凡夫了，没有那个没烦恼的凡夫，甚至出国、二国、三国都有烦恼，何况凡夫？哪有凡夫叫做具夫凡夫呢？具夫具足一切烦恼，夫就是烦恼，夫就是烦恼的束缚啦，被一切烦恼所束缚，具足没有少过一个烦恼，只是轻跟重的不同而已。隐跟显现出来的跟隐藏出来的，显现的叫做禅吗？隐藏出来叫随眠吗？就是我有这个烦恼，但是没有境界，所以我现在没有现前而已啊。那它并不是没有啊，那有一些是现前的啊，比如说嗔恨心。那我现在没有这个事会让我起嗔恨心，所以我没有嗔恨心，但不代表你没有嗔恨心啊。那所以嗔恨心是三果才断的，完全没有，不管遇见什么事都不会起嗔恨。啊，那么我们是具夫凡夫，但是你要了解，你要觉察，所以常常讲，舍利佛跟西方比丘讲啊，那么佛法的核心是什么？灭欲贪，灭烦恼，欲贪是烦恼的代表啊。那重点在你有欲贪，你要知有欲贪啊，所以有贪知有贪，有嗔知有嗔，在哪里面？在五蕴身心面，五蕴身心怎么起欲贪？面对境界啊。所以缘起里面有两个，一个叫做什么？触境细心，一个叫做什么？逐物流转。我们把这个插起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啊。一个叫触境细心嘛，六路处嘛啊，触境细心，烦恼细心啊，啊烦恼细心啊，烦恼主要是啊欲贪跟嗔。贪跟嗔，那你没有觉察就是痴啊，其实就是这样的触见六路处啊，所以六路处常对嘛啊，六路处啊，那么触物细心之后，你没有觉察就逐物流转啊，就生死死生了 啊，这个是缘起里面两个最主要的啊，那前面就是生死根本嘛，十二缘起就分这三个嘛。就是我们怎么来的，无名行识嘛，啊，那是名色六路处嘛，触受嘛，啊，触然后受，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嘛，就这样，啊，你看，啊，那所以，但是佛法的特质啊，啊，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先觉察当下的心，好，那这个是顺带啊，我们就顺带讲一下这个东西，好，来看，那他这里讲啊。他说其心常一定啊，那我们说过为什么心能够常一定呢啊，那不动乱呢，因为你从中看到什么啊，缘起无常无我，那这个要训练，老实讲真的要训练啊，像我们也特意说啊，这个境界升起来，这个人今天讲这样明天讲这样，这个人今天对我好明天对我不好，那这个人啊本来相信我的后来不相信我，这个人本来不相信我的后来又相信我，这个人今天赞叹我隔几天他又回谤我了
那你会发生到很多这种事啊，这不管是你在家庭里面，你在学校，你在公司，乃至你在社会，你的左右邻居，反正非常多。我告诉你，天天发生这些事，我们的心就在六路处常对，不断起贪嗔痴啊，因为这个人，因为这件事，因为这个东西啊，那么今天没有价值，明天被抢非常有价值，今天说很有价值，明天又没有价值了 反正很多东西啊，你都不断在生灭，这个就是变化，变化就是生灭。那么因为你对这些人事物的变化，你的心也追随着它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烦恼的变化哦，这种变化都是烦恼的变化，就是贪嗔痴不断的变化，像火在烧，就叫做炽盛嘛。那你现在要把这一种变化让它不要没有那么变化的那么，就是烦恼没有生长的那么炽盛，所以你要怎么样？要控制，要调伏，啊，先从这个，然后慢慢才能断除。那么其心常一定，为众作利益，智慧力有时，无畏力有时，啊，这个是实力是无所谓。那底下有注解，那我们在讲到24的时候，他卷24卷25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啊。那么卷24是讲到实力，卷25讲到是无所谓。那是无所谓，稍微看一下，其实就是分成自利跟利他呢。啊，那佛能够宣说自己已经得无上正等正觉，啊，那所有的外道都没有办法说，啊，那么佛的智慧不圆满，没有办法指出佛的智慧哪里不圆满。那么佛能够说自己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习气啊，那么所知障啊，那么这一些其实能够断一切烦恼，已经断尽烦恼，这个叫肉尽无畏嘛，啊，这个叫做第二个肉尽无畏。第一个是说一切智无所谓，他是一切智者，已经成无上正等正觉，已经啊，他的智慧已经都到圆满了啊。那第二个是能够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所有的外道都不能指出啊，你还有什么烦恼没有断啊？没有，没办法。这个是智力的部分啊，这四无所谓分两个，那一个是说障道无所谓，这个是这样的方法确定可以解脱啊。那么没有人能够说这样的方法不能得解脱啊。那么这个是出说，这个是第四个尽苦道无所谓了啊。那么障道无所谓，就是说这样的方法其实是障碍的，不能解脱的，是烦恼的。那么没有人能够说这种是可以解脱的啊。这样会障道，就是会障道，会障碍圣道，就是会障碍。比如说佛说五欲是障道法，五欲是做障道法。你没有办法说五欲不是障道法啊。那这个佛说八正道是解脱道，你不能说八正道是不是解脱道，也没有人可以指出八正道为什么不能得解脱，也没有人可以说明五欲为什么不是障道法啊。那它就是障道法啊，所以能说出离道，能说障道啊。那么就是哪一烦恼一定是障道，那么八正道一定是解脱道啊，那么一定是这样的。那佛已经得解脱了，而且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啊。那这个是佛在宣说法的时候，那么无所畏惧的啊，那么能够啊为大众这样说。好，那这个是四无所谓，我们把这个讲完啊。那所以他这里讲不共有18啊，18不共法。那佛不共法，这个后来部派讲到100，包括唯识里面都讲到140种。啊，有140种不共啊，那这个我们再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顺带一起讲啊。那么无量功德藏啊，就有非常多的无量的这些功德聚集啊，聚集的所有一切无量的功德，如是等无数稀有功德力啊，就是这一些只有佛才有啊，其他人没有啊。十力是无所谓，18不共法，大悲三不护啊，反正这一些。啊，那么只有佛才有，所以叫做不共嘛，不共世间，乃至不共其他的圣者，如狮子无畏啊，这个狮子是老虎、狮子、狮子啊。那么印度比较多狮子啊，如果中国没有就讲老虎啊，有时候讲象啊，那么都是无所畏惧啊。那么破诸外道法啊，那么来讲啊，来就是外道，当然说的就是第一个不正确，第二个不精确。啊，那么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这样啊。那么转无上梵轮，度脱诸善界，梵轮就是法轮啊。
这里叫做梵轮，那其实它是在表明佛法的清净广大啊，《杂阿含经》里面，那么轮是表示辗转啊，它辗转相传，那么能破烦恼啊。那这里的梵轮其实就是法轮，《杂阿含》有时候也讲啊梵轮啊，那其实就是法轮。那么转无上法轮而度脱诸三界，三界的众生啊，三界诸众生 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大智度论卷二啊，那么后面啊就开始讲啊，在王舍城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